三角骨。我喝这个相当于八加一了，就只有他吃，哪吃了？这个三角骨有两种口味，有麻辣的和孜然的，个人偏爱孜然，我觉得孜然很香，现在就吃孜然的。孜然的没那么辣，夏天的休闲小零食，贼好。再给来人喝酒啥的是一道菜，我就是一包的量，19.9块两包。老香啊，